在日常生活里面呢，不管是眼见的、耳听的、鼻闻的啊，嘴巴吃的啊，身体摸的，大部分都是因缘际会啊所产生的啊，所以能够了解啊，能够见到这个眼身的话，那么当下就是见到佛了。所以我们等于是生活都是在这个佛世界里面，那也很这个鲜明的对比啊。所以我们假如说啊是见到这个眼身直接啊就见到佛，可是假如说我们落入昏昧啊，就是已经啊进入生命啊，就是我们众生的啊那个日常生活里面所运用很习惯的。那个四心啊，所以四心啊跟我们那个佛心本来它就差得很小，差别很小，所以或者说眼睛看，那眼睛是因，形象是眼，然后因缘汇合那个时候产生的，我们能够了了分明，那个就叫法。那么我们见到那个法呢，就是见到佛啊，所以佛啊就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都可以见到，可是我们不用，我们就用到生命了，所以或者今天就特地呢这个拿一张资料，这个是在简德传灯录第39。那么卫父啊有一个华严长老，那么他呢这个特地的写下来跟那个他这个卫府里面的所有的那一些修道人啊勉励，他就讲说佛法这个事在日用事，这个佛跟法我们要了解，佛法真的三宝是一体的，佛就是我们的佛性，法就是我们的智慧，身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行为佛法身啊本来就是一生嘛，那么这一种佛法跟这个事情呢，在我们日常里面呢，我们都在用，所以我们了解到，我们只要呢，回归到那个当下，就是佛了。那假如说我们落入昏昧，那个就是四生，就是四心，那就是众生了，差别是很小。那所以这一个华严长老呢，他就讲。说佛法这个事情在我们日用日常呢这个生活里面次次都是。所以呢他就讲说，在你的闲置坐卧这个地方呢都是佛。这个喝茶吃饭这个地方都是佛。言语呢相问都是佛。所以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出入一言啊皆是佛的妙用。所以这个或者之前啊时常会讲这句话，就出在这个地方了，触目一眼啊皆是佛的妙用，就是出在这里。那么以下如果我们落入所作所为，我们有几心有动念，那全部都不是，全部啊都是众生啊，不是佛了，所以不能落入所作所为，不能起心动念，只要我们落入所作所为起心动念，就变成众生，所以这个华严长老就问我们说，会吗？各位这样能够了解吗？知道了很清楚的那么若会的啊，即自在无碍真人。假如说我们已经会了，不落入分别心。不落入生昧，那么即是呢自在无碍的真人。那么假如是不会的话，那就差得很多了则是个三家代代首重罪之人。就是呢我们就这个脚镣那个手铐那个我们这个犯罪的人啊加在这个身上的那一些闲具啊就是重罪的人。这个是一个比喻啊，说我们呢在六道轮回里面，那么为什么会轮回呢？因为我们这个罪啊蛮重，这个重罪的人，
那何故如此？为什么会差这么多呢？哦，因为佛法不远，哦，就是呢，在我们这个日常生活里面，哦，都跟我们在一起。那么你一念之中见得啊，哦，在你眉毛鼻孔上，哦，你若不见得呢，如阶子点月，隔尘杀绝，就是见得呢，就在我们的哦这个随处了，不管听的，不管看的。不管鼻子闻的、嘴巴吃的、身体摸的、感受的，全部都是佛了。那假如说我们哦不知道的话，哦那就差得太远，哦这个佛啊就隔得太远，哦那么时间，哦这个很久也没办法进入了。所以底下这个在，就是这个佛在，哦处处就是地方，哦佛在的地方呢。切莫思维，就千好千万不能进入思维，因为进入思维就不是啦，好进入思维就生昧了，好不可言语，就是呢讲也讲出来也不是啦，好不能讲，只能体会的。那假如说我们哦不知道的话，哦那就差得太远，好这个火啊就隔得太远，哦那么时间。哦，这个很久没办法进入了，所以底下这个在就是这个佛在，哦，处处就是地方，哦，佛在的地方呢，切莫思维，就千哈、哦、千万啊，不能进入思维，因为进入思维就不是啦、啊，哦，进入思维就生灭了，哦，不可言语，就是呢讲的。讲出来也不是啦，哦，不能讲，只能体会的。那么你时中呢，成何恩利？哦，就是我们呢，时时刻刻啊，承受哦，我们这个自己的哦自性佛哦自性佛的哦这个恩利哦，就是他啊、哦、发挥出来的啊、哦、这个神力哦。若知得呢，你须有个欢喜处。就是呢，我们知道的话，体会的话，那么一定有一个啊欢喜的地方哦，就是能够跟自己的自性佛、跟自己本身的佛呢啊都相处在一起啊，非常的高兴的。那么古人道，古时候的这一些人，他们都啊很努力的呢在找这个我们的真心佛性哦，所以他们就有讲。说常寂寂啊，常历历哦，知佛呢不求名。这个常呢，就是常住；寂寂呢，就是如如不动哦。所以呢，他呢这个常住如如不动。那么常历历啊，也一样哦。常住，那我们呢、啊、历啊，就是坚历啊、哦。我们呢这个什么时候啊啊，都是这个跟佛在一起哦，都是坚历万事万物。那么知佛不求觅啊，众生断消息。这个假如说呢，我们要再找的话，那表示说我们差很远。啊，你不找啊，就是已经是当下即是，啊要找他就不见了。哦，那么众生啊，这个断了。哦，假如说我们还有这个众生的话，表示我们分别心还在。那么这个佛就不见了。所以没有众生，没有佛，哦，众生断消息了，那当下就是了，哦，说你会的吗？哎，会，哦，会进入这个现象的吗？哎，能够进入的话，哦，表示说啊，这个一体的，哦，佛呢，众生呢，都一体的。那么一切知法本无情，一切知佛本自流，哦，所以凡尘的啊，一切知法万法呢，哦，都是无情。他没有前世啊，他自己啊、哦、不会有主张。那么一切的知佛呢、哦、这个本质里、欸、他都很灵敏的、哦、本来啊他自己就很灵敏的。那么芬兰呢同太虚，芬兰就是呢混合一体啊，混合在一体。跟太虚啊、哦、相同，芬兰同这个太虚。那么无欠啊亦无语，哦，
没有多也没有少、哦、无欠无余啦、啊哦、这个啊华严长老问我们说会吗诶若不会呢十四个触土成智、啊哦、不知个身落地处、哦、假如说我们不会的话呢那我们遇到什么样的景象遇到什么样的、哦、这一个道路啊都阻碍都不通那个智啊就是阻碍不通的意思了、哦、那么不知个身落地就是我们不知道、哦、我们一个安身立命的这个地方所以茫茫结结啊只是念物着境、哦、这个茫茫就是我们众生呢这个日常的生活以及呢我们这个心所追求的、哦、都是茫茫结结这个结、哦、有一种是灾难有一种是时间很长、哦、两个含义那么在这个很长的时间里面呢只是啊、哦、念物很这个贪念、哦、这个物质啊、哦、那么着见着呢在这个看得见的环境、哦、认色为实就认形象、哦、是为实在的、啊哦、所以我们凡人都是这个样子认这个形象啊都是实在有的那么不舍恩爱、哦、痴迷财宝、哦、我们都不舍掉哦、这一些恩爱、哦、这个都是我们有身体以后才有的、哦、那么痴迷、啊、这个财宝、哦、利我真人、哦、这个我、啊、就是我相利、啊、这个我相、哦、很强、哦、这个在 把这个我见、哦 我这个我、啊哦、我执、哦、就是已经呢很这个坚固了、哦然后有我啊那就会跟人争就会争人、哦、利我就争人。那么一团的意气啊、哦、就是我们呢这个都是从身上生出来的这个意气、哦、一团的意气呢、哦、都害我们啦、啊。我们为了这个意气啊就做了很多呢这个业、哦、业就造下来。那么稍些违背啊我们的、哦、这一个心情哦、违背我们、哦、心里面的这个意识、啊哦、就会、啊、面青耳赤、哦、会跟人家争、啊哦、那么收强道弱、哦、就是、在这个口头上呢、哦、也不让人、哦、那么我不受人欺瞒我是男子汉大丈夫、啊哎、这个是我们在社会、啊、时常都会听到的这个语言哦、这个原理也都是这样讲。那么这个哦、这个长老这个华严长老就讲说你起知啊在业海之中罪坑之内哦都我们呢都在业海罪坑了。说我们要了解到我们造的业啊、哦、好像海那么、哦、那么大啊这个罪啊非常的这个多啦好。哦好像有一个坑齁罪坑。那么吃肉呢是恶鬼啊吞噬。所以我们肉吃的很多啦齁、哦。那么喝酒呢好像齁、哦、恶狗饮水。齁、哦、这个都是齁、哦、这个罪生齁、哦、这个什么妄食。那么爱色啊啊如咳齁、哦、这个饮齁、哦、可饮。就是那个苍蝇哦，它很渴，渣血，渣呢就是虚取的，得数哦，数会。那么不知此生呢是大祸患哦，不知道说我们这个身体呀 啊就是大祸患，我们凡人呢都要使他满足哦，造了很多的罪业呀、啊、哦，那我们修道人呢要借这个身体借假修真哦才是正确的哦，不要说。让这个身体呀、啊，哦，这个来享福，造了无边的哦，这个罪过。那么而知重啊，无明哦，我们这个啊妄重哦，就是随顺自己的心意哈、哦，知重无明。那么余养意气哦，很余
遗蠢的、遗痴的哈、哦，不知道呢这个用智慧了、啊、我们养那个义气不应该有的呢，我们都把它养。那么我们身体呢，不久啊就败坏哦，浪生啊，浪死虚生，流浪在这一个生死苦海里面。然后生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好好运用，所以虚生了。生的时候变成虚生，往经啊千劫，很冤枉的哈、哦，经过了千劫，哦，突然呢出没，出呢就是生了、啊，没就是死了、啊，哦，突然在这个凡尘啊这个生死，那么何不这个四取金刚坚固之体，长生不灭之道？为什么我们不四取？为什么呢？我们不找一个比较好的道路？取我们金刚哦，坚固之体，就是那个金刚本性哦，我们的金刚哦，这个坚固的那一个自性哦。那么这个金刚自性呢，它是长生不灭哦，它不会死的，长生不灭之道。那么幻化的色身呢，平和为死，就是我长生不灭之道，那个是我们金刚。这个自信哦，它长生不灭，哎，所以我们要了解哦，我们那个自信呢，长生不灭。那么幻化的色身呢，哦，平和为死，哦，这个我们呢，大部分呢都着重在色身啦、啊。那么这个华严长老呢，他讲说呢，哦，这个色身呢，我们凭什么哦去说它是实在的呢？因为它是幻化，哦。那么知佛流金造论呢？哦，让人呢、啊、灭障哦，忏罪哦，就是所有的这个佛啊留下来的这一些经典哦，以及这个论哦，经历论呢，这个三藏都是要我们呢灭掉这个障碍，以及忏悔啊啊我们的罪过，增长利益哦，让我们能够增长利益。那么求善之事呢？哦，开示解脱法门，就是我们要哦求善知识啊，来开示解脱的法门。那么向无明性中呢，任取真实的指纹。哦，我们这个身体呀、啊，这个无明性中呢，有一个真实的主人。哦，一万劫之中呢，得个人生啊，也不容易、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人生难得啊，无业哦。不转人，无德呢不转人，所以我们哦要有人的身体呀、啊，一定要有这个德啦、啊，哦要德性才会得到人生。那我们呢，这个有德也有业哦，业跟德都有。那有德无业啊，就是现有菩萨；那有业无德啊，就是三恶道。那我们人刚好都有，也有业也有德哦，所以啊要好好。哦，培养那个德，他把那个业都能够去掉，哦，让这个真实的智人呢，他能够呢，这个长生不灭。知佛，哦，这个华严长老呢，告诉我们说，知道了吗？哦，那么此生本性啊，与佛无殊，哦，就是我们这个幻化色身的啊、哦，这个本性呢，跟佛是一样，哦，没有说不同。那么本无啊，欠少哦，佛跟我们众生呢，佛性都一样，不是说佛很大，我们众生很少哦，都一样的。那么有一大事啊，哦，在你的这个死囊里，就是生死大事啊，哦，在我们这个五蕴的这个色身里面哦，那我们这个身体啊，都是很脏啊，哦，里面都是哦这个屎尿。哦，所以啊，这个屎囊啊，粪堆哦，粪堆头哦，就是表示我们这个身体里面呢，哦，虽然是很肮脏，可是呢，啊，有一个啊主人呐、啊，哦，在里面，那个主人光瘦瘦呢，圆坨坨，哦，光瘦瘦地啊，圆坨坨地，哦，还信得己吗？哦，相不相信自己的？真心佛性，哦，相不相信自己的本性，哦，若信不及啦、啊，也从你，哦，这个华严长老说，
你不相信自己是佛的话，那么也由你啊，哦，从你深坑坠海啊，哦，永堕沉沦，哦，假如说不相信的哦，本身就是佛的话，那我们就在这个深坑坠海，哦，永远呢啊堕落在这个轮回，哦，沉沦的在苦海里面。你若回光返照的一刹那，一刹那之中呢，哦，即心念息时中，就是呢心念啊就会哦休息的，心念就会停止的，所以这个心念停止啊，哦，我们那个造罪啊就哦就会哦没有了，哦，心念不停呢就一直在造罪了，所以心念息了啊，哦，这个时候啊，哦，迷惑烦恼呢，思暗狂情啊，就顿时消灭，哦，这一些哦全部的罪过就不做了，不造了。那么资源境界啊，转为甘露提府安乐国土，哦，所有遇到的啊这一个资源，所有的因缘啊，哦，境界就会转为甘露啊提府，哦，这个甘露提府呢，都是最上位。哦，可以呢，这个啊，清醒我们头脑，哎，可以使自己呀，啊，哦，智慧呢，啊，都能够生发，能够有智慧呢，就可以啊，这个走入安乐国土。那么圣人道啊，啊，哦，圣人有说过，万法呢从心生啊，万法从心灭，哦，万法都是从心里面呢生出来，哦，也从心里面灭。哦，皆由你的心，善恶也只有你心，地狱天堂，哎，只有你心，都是从你的心啊建立的啦。哦，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这个很重要。那么紫金相应呢，啊？哦，以佛合智，哦，就是我们能够啊，这个把啊这个心啊，都整个呢都掏空了，哦，心啊都不住相哦，不取相。只要我们呢不自相不取相，哦，心空了，哦，就跟我们的本性，啊，相应。那本性呢就是所有的佛啊啊都一样，哦，所有的佛啊也都是这样，所以跟佛啊，哦，合智，哦，智慧啊已经相合，那么即是佛啦，哦，所以佛也不是很困难，哦，只要我们肯做的话呢就会进入。哦，更无呢相款，就是呢没有这个相欺骗的，哦，直下奉信无疑啊，心即正觉，哦，我们的心啊，啊就是正觉，正觉呢就是佛了，哦，所以我们就在了解，哦，又何必啊，啊立这个升起大觉，哦，二升起啊，这个升起大觉就是长时间呐，啊，时间非常的长。那么此生今生啊，甚难哦，这甚大难遇，啊，就是哦，我们呢，啊，这个现在呢，啊，这一生啊，有人的身体啊，又遇到了这个大开普渡啊，哈，哦，甚大难遇的，啊，哦，莫道呢，我是凡夫啊，自家好，哦，退去啊，哦，不要讲说啊，我是这个凡夫的骨头啊，哦，佛有佛的哦，那个哦，仙骨。哦，我们都会这样讲，高推圣界，自居呢悲屈，哦，所以我们不要退却了。千经万论呢，哦，只为众生迷乱，不是本性。哦，所有的经典呢，都是要唤醒我们众生的啊，哦，这个迷乱。哦，我们众生不认识本性，千经万啊万典呢，都是要把我们的真心佛性呢，把它呢这个启发。呈现，那么这个紫言众生啊，被一切净色，哦，我们就是要了解的，这个众生啊，都被啊一切这个假象，哦，形象，所有假象形象啊，我们要了解啊，啊我们都取相住相啊，所以被净色哦摄持了，那么日用之中，哦，不自显悟啊，哦，我们在日常呢，哦，这个生活里面，哦，不自己啊能够显悟，百年啊如箭，哦，这个我们要了解，一百年之中呢，
就很好像那个箭在哦，在挥啊，在哦射箭的那个箭啊，很快的哦，一下子百年就够了。那么富贵啊如梦啊、哦，恩情也只不久哦，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富贵哦，一转眼啊、哦、就没了，我们万般也带不走。那么头白啊哦是病来，我们头发白的呢哦就是病来的。那么病啊是业债来，业债呢就是死来的，那么死啊就是地狱来的哦，所以我们要了解，很快的啦，一下子哦就不见了哦，我们都不在凡尘了哦。你莫道呢，我为人就是我做人呢，平心哦，平生好好心积善。哦，只依本分啊，不做恶事，我无罪过。哎，这个我们一般人都有这一种念头啦。说我平常都做好事啊，哦，都按照我们的本分啊，哦，没有罪过啊，就是因为我们都这个样子，有罪过了也不承认啦、啊，也不知道，哦，不知道当然就不承认啦、啊，哦，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哦，那个哦，点点滴滴累积下来就非常。大的这个罪，哦，这个别教你，有个好深处，哦，就是我们要了解到说，你这样的认为啦，哦，就是我做人呢，啊，都按照本人没有做坏事啊，哦，不要认为这个样，就是纵然这个样，你也没有一个哦，哦，好深的这个地方，就是呢，这个，照啊，我们那个心思，然后能够呈现下来的，哦，那个果报，因果的果报，也不见得很好了，哦，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我即今朝呢，未信任，哦，未信你在，哦，就是我现在，哦，都认为你啊，一直说我都做好事，我也不相信哦，你存在啊，然后所以这个哦，讲得蛮，哦，这个实际的啦，哦。说何故？为什么呢？说呢，这个你平等啊，在什么处？就是你心啊不平等的、啊、哦。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哦，这个心平等啊，这个很重要哦。平等的话，我们心能够平等的哦，那就能够哦建立我们那个德性的。那假如说我做人我都是做好事都依本分，那个这个样子啊，我们变成很固执。很固执啦，只有我，哦，只有我的存在，那别人呢就不管，哎，所以这样的话，哦，这个啊，华严长老就讲说，我不相信你现在在，哎，因为你现在都不在了，哦，那个心呐、啊，哦，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哦，光呢，我们说我、哦、都做好，哦，那个哦，好是我们人应该做的本分。哦，那只是这个样子啊，那只是人而已啊。说你还知佛哦，不依佛法呢，一切法皆是邪法外道见解。所以呢，我们呢，假如说不按照这个佛法哦，这个佛他在行持的方法，哎，就是做出来都是佛了，哎，在日常生活都是佛。那不是的话呢，啊，都是邪法。哦，都是不正的，哦，都是外道的见解，道外，哦，道之外，哦，就是不正确的。那么更莫说单人单我，哦，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呢、啊、这个，都会拍胸膛说，我、哦、自己很有担当，哦，这个单人单我，哦，那都靠不住的啦，哦，而且我们又。哦，贪色爱财，哦，贪欲啊，淡落，妄言啊，取欲，哦，都我们的这个贪色爱财，哦，在凡尘呢，这个免不了，众生都是这个样子。那都吃饭呢，又是哦，又吃鱼也吃肉啊，哈、哦，那个淡就是吃的意思啦。那么妄言取欲，这个妄言呢，就是讲的话啊、哦，都不实际的。我们认为都很实际的，可是呢，不知道说这一些都是妄言，因为哦，我们的念头根本就不正，就是妄念。哎，那由妄念产生的语言，当然就是妄言喽、哦。
可是我们都不承认啦，说哦，我都恭喜在位，我都讲实话，不知道那个话都不实在，哦，所以我们要了解，以真理的角度来看，我们日常生活讲的话都叫妄言，哦，那么其余呢，就是不按照真理，不按照真理的话都叫其余，那么再更夸张一点呢，讲的话让人想入非非，哦，让人这个花很大的。哦，这个希望的心呐、啊，那个都叫取予。哦，比如说你花这个50块钱，你可以得到几百万，那个就叫取予。嗯，让人的心呐、啊，哦，无限扩大。哦，所以那个叫取予。哦，日会上市啊，我们这个每天的生活啊，都是呢怎么样，耗费在上面这些事里面。哦，都这样消。消好、哦、消耗好、哦、消费掉了，那么罪业极深了、啊，这样子一直下来哦，罪业都极深。哦，你莫告我呢，舍财造塔起殿，哦，色身转奸啊，变为长久的功德，以此为食。哦，我们呢，这个很多人呢，都现在说，我、哦、有啊，我都哦能够舍财，哦把那个金钱舍掉。他、啊、能够呢，人家造塔呢，我都出钱，哦，盖寺庙、起殿啊、哦，起大殿，我都有出钱。然后呢，供养僧人哈、哦，然后要转经呢，哦，我都有做。啊，这样呢，就是长久的功德，还以此为食。哦，那么这个法眼长老说，未可脱衣呀，唔通哦，寄托在家，不能呢，寄托在这个上面，因为这个都。哦，不是实际的功德，哦，实际的功德就是要自己成佛啦，自己成佛那个才叫实际的功德。哦，众中呢，老和尚也为你不得，哦，就是众人里面呢、啊，这个老和尚是华严长老讲他自己的哦，他为你不得。哦，你还知吗？你有千般万种无明的罪业，佛意啊，为你不得。哦，就是我们。啊，自己本身呢，哦，所做的要自己本身呢去承担，哦，做了很多的，虽然有做了一些啊不错的这一些，哦，这个啊造塔起殿色身转经呢，哦都有做，可是呢这个都哦这个抵不过的，哦，所以佛也为你不得，稀释你呢自家着力，哦虔诚呢自办，自己要哦这个努力自己的虔诚。哦，你若做一切的有为功德啊，只是造业，哦，这个讲得更明显，哦，有为的功德都是造业啊，生长顽固，哦，这个很顽固的那个福报。那么这一段呢，就是《景德传灯录》啊，第30卷，哦，这个慧护啊，华严长老哦，示众的这个语言。那因为啊，刚好我们讲到呢，这个啊，这个演技啊。哦，得生眼善得灭，哦，若见眼生即是见法，若见法即是见佛，哦，所以或者特地呢摘录了这一篇给各位呢做一个参考。哦，两段的这个丹霞和尚，哦，那个万之云呐、啊，那个万啊就是丸的意思啦、啊，哦，这个丸之就是我们在欣赏那个古董。就是玩古董、哦、那一种心情啦、啊。可是他是玩我们的真心佛性啦、啊哦。他用呢般若灵芝啊妙难测、哦。般若啊就是我们金刚本性所发挥的、哦、这个妙智慧啦、啊哦。本具的妙智慧。那么这个般若的妙智慧呢、哦、它非常的灵妙灵芝、哦。就是啊，我们那个金刚宝珠啦、啊，哦，这个就是摩尼宝珠，很有价值的。哦，般若莲珠呢，它的奥妙、啊、很难测。那么法性海中啊，亲认的，哦，这个法性，我们那个法性呢，就是我们的真心佛性啦、啊，哦，我们真心佛性非常的广泛，就好像海，哦，那么海中呢，我们要亲认的，我们自己本身呢。亲自啊去认得我们自己的真心佛性，那么云啊云潜常有啊五蕴内，
它有云跟有血、哦、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那个金刚本性、哦、闲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哦、去体会，那么它云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让它失掉了，所以云血、哦、我们都要很清醒。那么它呢常有、哦、五蕴呢、啊、就是我们这个色身呢、啊哦、五蕴、哦、都在我们这个五蕴里面。那么内外光明啊大神力、哦、内在五蕴内，外就在身外、哦、那么内外都光明、哦、都能够光明、哦、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那个金刚呢般若、哦、内外、啊、都会发出光明、啊、那个是它的大神力。那么此之呢非大亦非小、哦、我们那个金刚宝珠摩尼宝珠呢哦，这个大道无外，小道无内，它没有形象，所以微大微小。那么作为光明啊，啊，皆虚照。哦，这个白天晚上它都光明，哦，它都能够照。所以明来见明，暗来见暗，哦，所以作为都光明。哦，觅时无物啊，又无踪。我们要找它呢，啊，它没有形象，也没有踪迹啊。哦，所以找不到。起坐香啊、水常寥寥。哦，这个我们这个行住坐卧啊，哦都常香水。哦啊，能够呢寥寥忽明，常哦寥寥就是常常啊常住啊都能够寥寥忽明。那么能见啊能闻啊是虚位。哦，所以不能落入能手啦。一落入能手的话，就有假的啦，就有虚位。哦，还没有能手就全部都是真。那么五师前子啊，玉摩尼，这个五师呢，就是讲释迦牟尼佛。哦，前子啊，就是方便，哦，把它指出来，比喻说摩尼宝珠啦。那么采人无事啊，逆称死。这个采人呢，就是我们众生啊，哦，这个要去采这个宝珠，摩尼宝珠啊，要去采，无数太多了。太多的人都要采这个摩尼宝珠，可是呢，就逆在撑死，这个表示啊，撑死表示哈、哦，那个环境非常好，哦，在这个撑死里面呢，哦，这个莫逆的，哦，被呢这个啊、哦、这个现象啊、哦、沉溺了，为什么呢？哦，因为啊，都生年瓦砾啊将为宝。所以讲讲这个瓦砾本来就是瓦片跟小石头啦，可是齁、哦、这个我们就是说凡人的眼光啊齁、哦、看那些金银啊玛瑙啊齁、哦、珊瑚啊齁、哦、那些很值钱的东西啊他就要。啊他把我们那个金刚本性啊不要。齁、哦、啊所以齁、哦、那一些真正的凡人认为很值钱的东西啊在修道人来讲他就是瓦砾啊。哦，可是凡人啊，那个可以卖钱啊，哎，你只要这个有一点点的话，一生都不愁吃不愁穿啊，所以他重视那个了，所以就叫逆称死，这样懂意思啊？哦，不是说真的去找石头啦，他拿到那个很值钱，可是比起我们金刚本性的话，哦，就差的太多了。哦，我们那个金刚本性呢，哦，它是不生不灭的。那么你用这一些金银哦，这个珍珠哦，珊瑚玛瑙这一些东西呢，它虽然是很有价值，可是毕竟啊会用而完的哦，不像我们那个金刚哦那个波的那样子。那么智则安然啊而得之啊哦，有智慧的人他才能够安然哦，把那一些呢哦这个七宝，就是我们凡人呢。哦，这个最值钱那些七宝啊都不要，然后要我们的哦金刚般若哦那个摩尼宝珠啦、啊，哦就是真正的要我们哦那个本性。那么松罗万象啊光中现，哎就是呢我们那个摩尼宝珠啊，它会发出啊哦这个啊、哦、光，那么光呢那可以啊。把那个松罗万象、哦、都呈现，那我们凡尘的七宝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哦、
把那个松罗万象都呈现。那么体用如如啊，转归转，哦，就是我们那个金刚般若呢，哦，那个体跟用啊，如如如如不动，哦，它呢不生不灭，哦，体用，哦，转归转，哦，它呢好像呢，哦，让我们啊在凡尘，哦，能够，哦，非常的，哦，什么逍遥自在，好像在转，可是呢，它又进入如如不动，就又好像归转。所以转归转，那么万机啊，消遣称哦心中，就是呢这个万机啊哦这个万缘所有的这个啊、哦、凡尘的万象啊、哦、这个万机啊都在我们那个称心之中啊，我们都可以消遣，哎，所以我们称心呢啊，我们这个整个真心佛性啊，就跟整个啊哦宇宙的这个天地啊哦是一体的。哦，所以啊，这个我们就是要了解说，天地已有同根呐、啊，哦，万物已有为体，哦，所以就是呢，哦，这个万机消遣，称心中，那么一切时中啊巧方便，我们呢这个落入凡尘啊，哦，一切时中啊，哦，不管是什么时候，我们呢都呢啊用这个巧方便呐、啊，哦，能够呢啊来修自己。又能够啊，这个成全别人。那么烧六贼呀、啊，哦，受众魔，就是把我们的那个六根呐、啊，哦，那个会偷我们的这个家宝，所以把它呢，这个烧死了，哦，不要让它呢当贼，哦，把这个劫都烧死。那么把那个兽一样的，哦，把它烧的哦，让它没有哦，这个贤状哦，众魔啊，都把它呢啊，这个哦一样烧瘦，变成呢啊，都融化了。能摧我山呐、啊，哦，这个我啊，哦，那个我持就好像山呐、啊，哦，那么坚哦，这个大又很坚固哦，所以我们要把它摧哦，把那个我持啊，能够全部去掉哦。能摧我执，然后呢，绝爱河。那个爱河啊，要让它干枯了，因为爱河不干枯啊，我们六道轮回就哦没有办法休息哦，所以要绝爱河。那么龙啊、龙女呢，这个灵山啊，亲现佛。这个龙女呢，跟那个善心呢，两个都是对比呀、啊。龙女很小哦，八岁呢，她就能够修道，哎，啊、她能。认为是真理的，努力去修啊，就可以成佛。所以呢，龙女呢，就跟灵山呢亲现佛。那么贫耳一下几差头，哦，这个贫耳就是我们呢，哦，这个逆在嗔痴的这一些人啊，就是贫耳，没有法财啦，没有那个哦修持成佛的那个方法，就是贫耳。可是呢，他的一下哦，一下都是。真知啊，都是模拟宝知啊，哦，他都不知道，哦，不知道说自己的衣服里面啊，都是有那个模拟宝知，啊，所以几差多，这个差多岁月啊，就是浪费光阴啊，把光阴呢都浪费掉了。那么一明性啊，一明心，哦，心性，哦，那么灰性灰心啊，超古今，哦，我们就是要了解，要我们了解啊，才。立这个名称呐、啊，哦，立这个性，立这个心，哦，真心佛性，哦，就是要我们能够哦了解，才要这个名字。那么灰性灰心呢，超古今呐、啊，哦，超越、啊、这个古今，前体名死啊，名不得，哦，就是呢，我们就是要了解说，他的这个前体啊都名，哦，那我们呢，就是要了解说。为什么说名不得？就是呢，你不要哦落入那个相对大的哦，它呢自然就呈现。原来本来自名哦，不要呢啊、在这个加那个名上去，所以呢哦不要在这个名上面用功夫。那么前时啊，提作弄之语哦，前就是方便哦，权宜之计呀、啊、哦，那么。啊，做一些啊、这个文章呢，我们来玩
就是来哦体会里面的那个哦真理哦，这个是其一。那么底下呢，这两行是其二哦，说四得一中宝哦，刚才我们那个一中即他陀哦，就是说我们那个摩尼宝珠呢，就本身都在，可是我们哦。这个不知道宝珠在一中呢，它变成呢，哦这个平耳，哎，所以要四得一中宝。那么无明啊，最自显哦，我们这个无明，我们落入凡尘，就是因为无明才落入凡尘。那么这个无明哦，就好像酒醉一样，哎，那我们无明能够去掉，能够四得一中宝啊，哦这个无明去掉，就好像醉了。哦，已经醒过来，我们喝酒醉的已经醒过来的。那么百害啊，虽溃散啊，一物呢正常理。哦，这个四肢百害，就是我们这个臭骨头啊，哦，虽然已经溃散了，就是死掉的意思啦。可是我们那个一物，哦，就是那个金刚般若，它可以正常理，哦，它可以啊，哦，使我们啊、哦、这个真心佛性啊，永远啊。啊、哦，这个不生不灭、啊、都在啊，这个凡尘知尽呐、啊，哦，分灰体，哦，我们这一个真心佛性，它可以知尽，知道所有环境能够了了分明，可是呢，它呢啊看不见的，哦，根呐、啊，哦，就是根呐、啊，这个整个虚空啊啊分成一体，哦，我们呢看不到它的形象。那么神知不定显，就是我们那个金刚般若的这个摩尼宝珠啊，哦，它不是一个有形状的哦。悟则三身佛啊，哦，迷矣啊万卷经。悟的时候啊，哦，我们就啊、本身都是三身佛啦，一个呢就是法身佛，一个呢哦就是报身佛，一个呢就是化身佛。哦，那我们都有哦，每一位呢都有三身佛。那么迷矣的话呢，就需要万卷经哦来解开了哦，所以这个很有意思。那么在心啊，心可测，利耳啊，耳难听。哦，这一个金刚般若呢，在心的话，那心呢，我们还可以去体会到。那么在耳朵的话，耳啊就难去听，为什么？它没有声音呐、啊。没有形象，没有声音哈、哦，所以利耳耳难听。那么往向先天地，就是没有形象哦，没有形象，它哦天地还没有形成之前呢，它就有了哦。我们这个金刚般若啊，哦这个先呐、啊、天地哦往向先天地。那么玄前呢是幽冥哦，这个很玄妙的哦，这个泉眼哦泉水。哦，吃姚米，姚米呢就是没有，哦，没有这个形象的，哦，没有形象叫姚米。那么本刚啊，非锻炼，就是我们那个金刚，它本刚本来就刚，不是锻炼才刚的，它本来就刚哦，非锻炼。那么严禁呢、啊，莫啊成体，就是本来严就是本来严本来就很清净的哦，你莫哦这个成体。哦，不是要经过洗涤啊，不是要经过你这个沉淀啊、哦，不是的。那么四心心则佛啊，见业啊修观止，认识真心啊，这个真心就是佛哦。那见业啊修观止哦，那个就是比喻啦、啊、哈、哦，就是比喻让你见到哦那个月亮，就是用手指去哦指月亮，就是那里啦，那个就是月亮啦。那、啊、你去看到月的话，就不要再观手指头。就是方法，你达到目的，方法就不要哦。所以这一篇呢，这个就是啊，在那个简德传灯录。那或许因为觉得说我们《金刚经》呢，就讲到哦，这个知法眼身呐、啊，哦，都是所有外境外相，都是眼即得生，眼干得灭。哦，那我们讲到啊。啊，这个佛说凡尘的一切、啊、都是因缘所产生的哦。那么他用呢哦这一个布施来讲哦，这个因缘要布施的话，要很多因缘哦才能够有布施的事情呐、啊、哦。
要布施的人，你看他具备了、哦、要有布施的心、哦、要有布施的能力，要有布施的机会，然后才有布施的事情。然后你有布施的人，还要有受布施的人，还要有布施的东西、哦、这样子因缘际会才有这个事情、哦、所以或者说、哦、这个佛呢很慎重的教导弟子说呢，观知法衍生、哦、若能见到衍生即是见法，若能见法即是见佛、哎、那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啊哎、都是要这个能够时时刻刻啊都见佛，啊能够见佛的话，我们就哦生活在哦这个佛菩萨的那个领域哦那个领域里面。那假如说我们没有哦没有去观察眼身，然后我们就走入四心了、啊。那么四心都是生昧，哎，那我们在生昧里面生活啊，哦就得失啊，那么有得失呢，我们就有取舍。那么有取舍啊，我们就造业，我们造业啊，哦就受苦，哎，所以这个样子啊，就轮回不休，哦，那我们能够回光返照，哦，见到衍生啊，就见到佛，那么生灭就去掉，哎，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呢，啊，我们就可以把那个生灭心去掉，然后我们守住啊那个不生不灭，哦，我们能够守住这个不生不灭，它叫真常。我们能够守住真常，常光就可以现前，常光一现前的根尘四心就消落、哦、然后呢我们的法眼就清明，就可以成佛，这样知道吗、哎、然后我们就讲到这个21分的后面，如接主点烟合成沙别世纪再解释哦，这个接持点业、啊、就是呢，我们拿了一个哦那个纸哦那个碟啊，碟啊，就是我们那个纸啊，我们不是啊、有那个一节那个哦，然后我们采取下来哦，有哦一只好像那个小纸杆嘛，然后我们拿了那个纸，然后来用那个纸当工具。来指月亮在那里呀、啊，可是我们人哦，不直接看月亮，就看那个纸，这样懂意思吗？哎，那个隔尘沙结就是说，哦，一粒沙就是一个结，啊，一结啊，就非常长的时间呐、啊。我们以前不是算过吗？有1600多年，对不对？哎，是不是这样？很长，时间很长，哦啊，尘沙一节一节哈，尘沙节就是哦，那么久的时间，你还没有办法领悟的，表示说哦，这个隔得很远，差得很远，哦，是这个意思啦。了解的话就很快，啊，不了解就隔得很远，哎，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说这个心理心法，哦，我们了解啊就很简单。哦，当下可以进入。我们不了解、不懂就是不懂，再怎么说都不懂。各位懂了吗？明心见性了没有？我们都会认为说明心见性就成佛了啦。各位姐姐，不是哦，明心见性才开始修道哦，明心见性不是成佛了哦。哦，那我们不明心见性哦，道都完全没有修啦。哎，所以老天都是这样，会这个，这个鼓励啊，哈、哦，老道亲啊，老点人士啊，说你们都没有在修道哦，以为大家说老天又在鼓励大家努力一点，不知道说我们方向错误了，哎，我们没有从心性着手，那都没有在修道了，哦，说你没有在修道哦，因为你不了解心性，那你修什么？人家是这个意思啦。欸、所以我们一定要明心见性，那心性也不那么困难，我们都讲这么久了，对不对、哦、我们看到什么知道什么，那个就是心啦、啊欸、时常或许会比喻啊，我们看到形象
是我们眼睛跑到形象的表面去呢，还是形象跑到眼睛来？有没有？有没有？各位还记得吗？哎，然后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还会想，哎，眼睛跑过去哦，哎，不对不对，形象跑过来哦，哎，都不是啦，也不是眼睛跑过去，也不是形象跑过来，而是我们的心啦。你看到什么，知道什么，那个都是心啦。所以明心很容易哦。你看到什么什么不是眼睛啦，你听到什么也不是耳朵啦，那都是心。哦，你知道那个哦，比如说这个垃圾车的声音一来了，哦，垃圾车来了，赶快倒垃圾，那个也都是心啦。哎，所以明心很容易。那么见性呢，我们哦这一阵子讲的也都是啦。哦，只要你哦这个当下哦一见了，然后你不要转念，哦不要加东西，那个就是我们本性。我们不是讲吗？哦，你看到了哦，然后呢，你不要转念哦，啊不要加我们的情绪进去，那都是本性啊。所以明心见性呢，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都在用，只是日用而不知啦。哎啊，所以我们要哦从这个方向努力哦，明心见性的方向努力。那我们呢就讲到呢这个46页嘛，哈、哦，46页的这边耳识慧命习菩提，有没有？各位有没有翻到啊、哦？金刚经的课本啊、哦，这个慧命就是智慧的生命。不是我们身体的生命，而是呢，哦，我们那个佛性，哦，我们那个自性，哦，自性的生命，慧命啊，悉菩提白佛言：世尊，佛有众生啊，于未来世啊，闻说是法，生信心佛。哦，这边呢，这个前面啊，哦，这个如来如勿为如来作是念，我当有所说法。哦，这个有所说法，哦，这个叫法师啊，布施者啊，说法者，哦，无法可说啊，哦，那个呢，就是布施啊，了解意思吗？这边就有三个，哦，一个呢就是布施的人，一个就是布施的东西，一个呢就是受布施的人，哦，有三个啦。哦啊，我们就讲三轮体空嘛。为什么要讲三轮体空？因为哈、哦，我们就是了解这个布施跟受布施跟布施的东西呀、啊，这个都因缘际会，缘际得生的，缘善得美。哦，因缘际会。那假如说呢，我们心中已经先有一个主见，哦，先有一个成见，然后我们再来做这个事。那就不空了，那不空就不合真理，那不合真理呢，我们就没有办法进入哦佛那一个领域啊，都是在啊、哦、这个凡尘众生的啊、哦、这个界限。那么这边呢，就是要我们体会哦那个受布施的哦那个慧命啊，哦这个时候呢，这个悉菩提啊就会讲说。这个颇有众生啊，就是有很多的众生呢，于未来世啊，闻说是法，哦，那生信心佛，哦，就是呢，这个听到这么深的啊、哦，这一个道理啊，他会有信心吗？哦，那么佛言：悉菩提，彼为众生，哦，他那个信心没有信心没有说了，他直接就讲到根源。他说他不是众生，哦，因为悉菩提把众生呢固定，哦，把众生的位阶呀、啊、把它固定，所以有众生呢听到这个法这么深，然后他会有那个信心嘛，哎，那佛就直接点名说彼为众生，他也是佛啦，他不是众生，那么既然是佛，怎么会没有信心？哎，所以哦。那个有没有信心的齁、哦、都没有说，只有说彼为众生。那么底下接一句齁、哦、恢复众生，就是现在他还是众生啦、
懂意思吗？所以这个讲法很妙哦，说彼为众生，就表示他是佛啦，可是他现在还没有成佛啊，所以非不众生，这样了解意思哈、哦？哎，说他现在还没有领悟，所以还是众生哦。那么他的本性啊是佛，所以他有那个信心哦，相信自己呀、啊、哦可以哦进入哦那个佛的那个世界。何以故？为什么呢？须菩提，众生众生的哦，这个第一个众生呢，就是彼会众生啊；第二个众生呢，就会不众生啊。所以众生众生者、啊，那么如来说，如来说就是称性而说啦。哦，以性分来讲的话，哦，这个非众生。哦，如来说呢，这个非众生。如来说称性而说，当然哦，没有众生哦。这样了解意思吗？哎，那四名众生，这个四名哦，就是他现在还是啦，哦，还在那个众生的位阶啦，哦，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哦，众生也是因缘际会啦，缘际得生啊，还知道众生的意思吗？不要看，不要翻，就直接讲。讲出来没关系啊，不对也没关系啊，家家没得定。众缘机聚而现的生相叫做众生、哦、所以其体本不生啦、啊、会生是众缘机聚，很多因缘啊聚会，众缘机聚哦，机聚在一起而现的生相，众缘机聚而现的生相叫做众生。欸、所以我们要了解众生本来就不生啦，会生只是众缘而生啦，这样懂吗？哦，众缘机聚而现的生相哦叫做众生哦，其体啊本不生，它、啊、不生就不灭哦，它、啊、会生的是众缘而生。那么众缘我们就是了解哦，有很多因缘，就是我们造业啦哦，业的因缘，然后你看跟父母亲结的因缘，然后跟凡尘结的因缘，这么多因缘啊，众缘啊，众缘积聚，然后我们才现象啊，这样懂吗？那我们这些缘都了掉就不来了啦，这样了解意思吗？嘿，所以众缘哦，让我们现象，众缘很多因缘哦。我们跟父母亲假如说不结缘，父母亲就不会把我们生下了、哦、那我们跟凡尘不结缘，我们就不会住在凡尘、欸、所以都很多因缘、欸、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啊、我们在凡尘生活一定、哦、要善因缘、哦、我们遇到什么事情、哦、纵然是以前的恶因缘才遇到，那没关系，我们把它转成善因缘。你像哦，这个男女之间结婚了，都有因缘嘛。可是有一些夫妻就很喜欢吵架哦，那个就是缘哦，结的不善的。可是你要改，你心念一改变了哦，态度一改变了，恶的因缘就变善的因缘，懂意思吗？哎，所以都可以改变的，所以法无定法啦。哦，所以我们修道才有用。那假如说定法哦。哦、我们众生都是众生，佛都是佛，那不用修了、哦、所以法无定法，没有一定、啊哦、看我们怎么做，看我们怎么修，就怎么改变。那我们现在在生活上做的都是殊胜因缘，我们做的非常好，可是都把它抛开，不要记在心上，不要期待，我们有期待的那个心都不善、啊、你做了就抛开，抛了做了就抛开，没有三心，没有四相，当下都是佛，这样了解吗？哎，听起来是有一点啊呢，他生色了、哦、他被扯他、哦、不容易落入这个实际的生活，可是你真的是要这样去、哦、这样去慢慢的去这个怎么样、哦、朝这个方向、哎、因为这样的话我们才有办法改变，不然我们那个习性很强、欸、我们就不知不觉
又落入了旧的习性。那旧的习性呢，哦，我们就是因为以往不知道真理，然后才形成的。那么形成的这一些呢，哦，很多都是造业，那我们都不知道，哎，业因已经一直种。比如说我们胡思乱想，胡思乱想就是造业，那个想啊就是业，哦，所以那个身口意啊，哦，身业口业意业，那个意业啊很厉害，哎，很厉害就是意业，哎，那我们呢，在这个日常生活里面，哦，尽量就是能够哦清除啊我们旧的习性。习性啊，都把它哦，不要它，因为它害我们了，不要哦，然后我们改变哦，完成的一切、啊、都可以改变。纵然我们遭遇到很大的一些恶劣逆境，我们也可以改变哦。你遭遇到很不好的环境，你心念一改变，心念改变哦，整个心情都改变，心情一改变了，接下去的。完全都不一样。比如说啦，你在走路，你要在天上挥，刚好小便，它刚好滴在你的脸上，你会怎么样？真好运，赶紧去买奖券。哦。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这个完成式啊，这个无巧不成诗啊，都很巧合的事情很多。本来一条马路很小哦，这个一部车走刚好，偏偏哦，一到小路的时候刚好有两部车要会车，大马路都没有遇到车，在小马路就遇到了。你看，就是这个样子。那、啊、你假如说那个心哦，哦，这个有一种宽宏大量，让人嘛，哦，我让你，我在。宽的地方让你哦，这样的话不是没事了吗？哦，我们你看在凡尘哦就会争，哦，我也要赶快过去，你也要赶快过来，就发生摩擦，哦，要吵架了，这个很不值得啦。我们能够、哦、了解说，哦，这个点点滴滴累积的人生啊，我们就要让它非常的积长，积了很多的长。过了以后，你就会说，嗯，毕竟还是过去的，哦，啊、过去的话，你的心啊，就会很心安理得。那个理就是道啊，安心安的话，道就得到了，哦，所以心安你就得到，啊，你心不安呢、啊，道就没有得到了。所以我们都有一个良知良能啊，当你这个静下来的时候啊。哦，你一回想，哦，你心里面感到难过，为什么？因为你做的不对，你的良知良能在谴责，所以你就觉得难过，有没有啊？啊，你觉得很舒坦，表示你做的正确，有没有啊？